喝水，喝水。没事儿，忍着点啊。来，喝点水。姐，喝点水吧。我不渴，你先喝吧。也不知道盛团长他们怎么样了，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吗？ 我听团部的同志说，还没有。蹲下，蹲下。小丁，地图。该死的梧桐雄鹰，究竟在哪儿啊？ 应该就在附近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闻到了，他的骚味。我闻问题是，从龙家集方向追赶过来的日军有很多只，他究竟在哪一只里啊？那就靠我们去找了。现在松树岭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团长，警卫怎么样？团长，松树岭那边打起来了。妈的，看来日本鬼子也不笨。 一下子就判断出了军分区围歼黑田制地图，援军也很快跟上了，提前了一天进入阻击战，这样松树岭压力也就更大了。团长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我们继续追捕梧桐雄鹰。卫生员！
松树岭战况如何？守军十分顽固，不过我军突破第一道防线，现在正与敌全力激战。郭家山呢？郭家山，敌人强于我三倍的兵力，企图吃掉黑田军。黑田军抢占了两个小山，正在顽强坚守。不错，不过如果黑田军能坚守几天，拖住八路军的主力，那我们就不必为了找八路军的主力决战而疲于奔命了。大佐的意思？命令改变，命令黑田军不许突围，就地坚守，一定要拖住八路军的主力。命令我军的其他部队以郭家山为中心全面进攻。嘿。